房委会旗下的黄大仙下村规模庞大，其中的九座划分为黄大仙下村一区，纳入租者自其屋计划，合共提供约4728个单位，实用面积由140几至接近600平方尺不等，采用双连墙型第一款或者 Y 四型设计，厅房可按需要自行分间，灵活性高。黄大仙下村一区地理位置优越，行去港铁黄大仙站只是需要几分钟，享有铁路的便利。同时黄大仙巴士总站近在咫尺，加上邻近的龙翔道和彩虹道，有多条巴士及小巴路线行走港九新界各区，四通八达。屋邨四周有众多社区康体设施，包括摩士公园及游泳池、彩虹道游乐场及体育馆等，游戏和运动都有好去处。旁边的启德花园就有商场和街市，买餸和添置日常用品最为方便。另外行五分钟左右就到黄大仙中心，齐集各式零售商店和餐饮食肆，又或者选择去黄大仙大排档享用平民美食，全部都是生活圈之内。